那时江湖刀光剑影，剑潮烹炸，每时英雄无往不前。今天我五花肉就要来这江湖闯荡一番。少侠且慢，想在美食江湖留下名号，这第一关就是烈焰名声。哼，尽管来吧，撑住，我可以。既然如此，那再试试这第二关刀光剑影。我是不会认输的。可以啊，少侠，但接下来的第三关江湖人称水火交融。好冷啊，这里水下的滋味不好受吧。这是哪儿？我这是怎么了？终于过了这第三关。第四关无间火燎。什么东西？心无杂念方能修成正果。心无杂念要放空自己。第五关淬炼内力。我感觉有神秘的力量在进入我的身体。这小子领悟的还挺快。我做到了。恭喜少侠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关。终于到了最后的试炼。我真的成功了。我终于成功了。美食江湖我来了。来西瓜搜索美食江湖，看更多美食传奇试炼经历。